有，他都弄了，他都弄了。而且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厨，不需要炉。那个炉柜啊，冰箱，你什么都有啦。对，对啊，因为这一代好，是因为它刚好五人座，我们之前一直没有买，就是因为它只有四人座。因为Ocean只有四人座，很不实用，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，那些东西其实你也不会在车上煮东西。男生真的很奇怪，老婆就要Ocean，他就偏偏要说要Beach。如果人家旁边的别人开来的露营车都可以煮下午茶，只有我的露营车不能煮，你不觉得很受伤吗？你说是不是？老婆没办法煮下午茶。其实我们是要兰博基尼，买不起。今天一家人几个人？我们家五个，五个人，上下铺小朋友。他们反正都他们睡完，我们睡到不要的换我们睡觉。小朋友先挑啦，这么随性，你喜欢这样子的？你喜欢吗？拖露营车吗？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喜欢就这里了。他不喜欢住这里，没有，我觉得因为我比较想睡我们的车。哦。你们有开车来？我们开那个露营车。哦，你们是露营车哦，你开 T6来，哇，今天真的是好多，因为他睡习惯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睡习惯家里的。那你不觉得这很特别吗？感觉像是有装潢，超舒服的啦。还好吧，没有比基隆那个。什么基隆的？感觉这个很重口味。他比较那个。口是心非一点点，对啊，看到我们在问他，他比较害羞，他不好意思，对，老大比较害羞。但是这个有厕所哈，肯定要有的啊，对不对？在这，噔噔，哎，他厕所做还蛮有质感的，蛮漂亮的，都是木哎，都是木哦，通通都是木。其实拖车很方便啊，对，这很方便。其实T6 也方便，因为就是一车就跟着走了。T6 就对，另外一种啦，另外一种方便。可是这种得到营地的话，是这种比较方便。对呀，因为没有它冷气，它还装台 king 的冷气，都是好料的。厕所是最重要的。厕所很重要，哎，这可以洗澡，我刚没注意，好像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嗯。那你们今天洗澡是你们自己的后面？我们就尽量不洗澡。出门前先洗。对，出门先洗。两天不洗手有什么关系嘞？对啊，人玩得开心。洗手没有洗澡有什么关系？对啊。哦，里面有裤子哦，不要误会。我不是回家会洗啊。我看回家补洗两次就好了。有机会多买，反正陈总说这是一台30-40万而已嘛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哎呀，二成交，二成交。可以啦，30万直接买回家。他想看你那张。可以啊，进去看。啊，可以，小朋友最喜欢这个啦，很棒很棒。哇！哇！真的啊！哇！而且它有厕所，它有厕所。有厕所。你可以直接开厕所。对啊。哈哈，好，打扰，我们再去逛一逛。慢慢逛。谢，祝你们玩得愉快。谢谢。哎，而且我觉得它这车边这样拉出来超大的，哎。对。就一家人在这就好啦。对啊，很有感觉。多放松啊。对，而且真的，你如果冬天比较冷的话，就围一个那个围。哦，拍谁拍谁。没事，围楼就起来。没事啊，围楼就起来，对不对？你有遇过那种突然间很冷，然后下雨什么的吗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是我第一次露营。你被T6第一次露营哦。我T6才刚交车啊。哦，对对对。贺成交，下一台在这里。下一台。啊，那第一次有美好的印象，下次就会出来。很棒，然后陈总介绍这个太舒服。那必须是你的啊。必须是你的，对，银行的啦，因为还在贷款。有一个银行的车放在这里。其实你也可以带人家去看 Beach， 其实我比较喜欢 Beach。啊，去看 Beach。对。不是，那要问他 Beach 愿不愿意让我们开？可以看吗？可以有。哎呦，谢谢，那带我们去嘛？有钥匙吗？我没有在说，里面有钱是没有用的。对啊。这一区好热。都还没有东西。还没有东西哦，所以你买到现在才刚交车而已。只有停在停车场上去躺一躺而已。因为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去买 Ocean， 因为第一项钢圈我们一定改掉嘛，对不对？再来，然后会换那个月台嘛。对，啊，有，他都弄了。而且，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厨，不需要炉。那个炉柜啊，冰箱，你什么都有啦。对，对啊，因为这一代好，是因为它刚好五人座，我们之前一直没有买，就是因为它只有四人座。因为Ocean只有四人座，很不实用，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，那些东西其实你也不会在车上煮东西。男生真的很奇怪，老婆就要Ocean，他就偏偏要说要Beach。如果人家旁边的别人开来的露营车都可以煮下午茶，只有我的露营车不能煮，你不觉得很受伤吗？你说是不是？老婆没办法煮下午茶。其实我们是要兰博基尼，买不起。
真的真的真的。好啦，就是不一样的看法。男生觉得这样多坐一个人。真的，车子里面不要太高级，真的是因为为什么？没你干嘛？你看你们这样鞋要有 carry 啊，对对啊，啊你每次要脱鞋子脱了不想放哪，有时候鞋子放外面会被狗咬走。我不骗你，真的。这尤其那个有脚臭的人的鞋都会被狗叼走，哦、真的真的，尤其狗以为是骨头，对，它会叼去咬。难怪鞋子不见好几双。真的真的，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什么东西都带，你看这个美爸爸的球都拿出来了。对。哎、欸，你会投吗？你会吗？你会不会投球？在美国会啊。哦，真的哈、哦，那还可以耶，还可以哦，厉害哦。对，而且这种手动的棚其实是比较 reliable， 就是。对。你爬上去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拉下来就好了。对，就完事啦，从这里爬上去。所以他们就没拉下来。哦，對啊、上面也有阅读灯。而且你知道现在比较新的，有人就在里面洗澡，就这样的空间它可以洗澡。这里怎么洗澡？哎，你啊，那要怎么排水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去买一个那个。盘子，哦，类似这种，哦，这种，然后装水在这里洗，接管子，对，然后，哎、就是欸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离他远一点哦，他推坑很可怕、哦，对啊，很厉害、啊，一听你就觉得想要换、哦哦。其实我们要之前都会看很多影片，对，哦、真的真的，我如果是我会买这个，在里面，然后就可以在里面洗澡，外面看不进来。因为其实很多人需要的就是要能够上厕所，现在都比较對，对，要等好久，你等多久？我这台可以卖，没有开玩笑，才刚拿到车加15万要买，真是。对啊，好了好了、欸，那我明年涨价、欸，明年涨价，我跟你讲，你明年涨，对啊，涨完了，涨完了，对啊，已经涨到23了，啊、现买现赚 哦。你看这个人多没天良，对，立刻要还要加15万，他才刚刚才拿到而已 啊, 啊，没用多久，对，签哎签名可以加，搞不好50万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我们来讲钱不是问题，没有没有了，问题是没钱，对，问题是没钱，对，没办法。好有意思哦，对、啊，好好玩。对、欸、他其实很兴奋哎，他上去都很兴奋。因为我们等很久啦、哦，对，然后来第一天开出来，其实我们还不太知道。你们等有半年吧？我们等超过，连你都要等超过半年，一年多，哇，等那么久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等了这么久。对啊，提早来不能讲，没有啦，真的等一年多，真的等一年多。我都想说，这要把你逼掉，然后我们是直播。哦、好了，谢谢分享，谢谢分享。白色是最正确的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白色的时候、嗯、好顾哈、哦，它有很多个好处，就第一安全，嗯，人家晚上尤其下雨天比较容易看得到你。哦，你是这样的考量吗？是吗、啊？你是因为白色安全吗？我们是有车就拿了，有车就拿。真的，再来。就是你在太阳底下，它比较不会那么热、哦，尤其黑色的车，黑色很吸热，其实里面很热哦、哎。就是我们讲就嗨，哦，这今天这今天哦，哎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个车很超值，对，当然总代理带赚很多了，比你们讲。